东方糯米，东方糯米，OK，东方糯米，OK，东方糯米，OK，然后还一名女实况主吴塞布里，日前来到巴黎，在第三天的行程中，他独自一人来到西北巴黎，沿着淡水河畔一边闲逛一边直播。 接着，他向商家租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乘，沿途也开直播与粉丝分享宝岛的美丽风光。不过，直播中却意外拍下一名台湾男子从他租车后就沿路骑乘一辆红色机车尾随。该男子多次骑车靠近实况主，还问他是否迷路，女实况主不理他。不料，男子仍继续尾随。 虽然如此，女实况主事后仍预测男子突然伸手有可能只是想帮他压低裙摆，但男子行为仍让他非常害怕。该影片曝光后引起南韩媒体注目报道，不少网友看到后气愤直呼鬼岛特产就是哥布林，丢脸丢到国外，还能让世界看见台湾。